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百变玩具屋。本期节目，我们的大头儿子为我们带来了一款爆裂飞车玩具。我们来一起和我们的大头儿子拆开我们的这款爆裂飞车。这是我们的说明书，这是我们的零件，我们来推动，把我们的爆裂飞车收纳起来。推动我们的爆裂飞车，推动我们的爆裂飞车，瞄准晶片爆裂出击。推动爆裂飞车，瞄准晶片爆裂出击。瞄准推动爆裂出击。这是我们的这款爆裂飞车的夺金玩法，我们再为大家展示一下它的召唤玩法。现在瞄准，用我们的晶片瞄准爆裂飞车车头，瞄准推射爆裂出击。这是我们的这款爆裂飞车玩具，我们一起为大家展示了它的夺金玩法和召唤玩法。爆裂出击，爆裂飞车夺金变形，夺金成功。我们的大头儿子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款爆裂飞车玩具，我们一起和他，我们的大头儿子分享了他的夺金过程和召唤过程，我们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